好的哟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爱水是人的天性，我今天的主角郑九美师姐，一出门不拿来整个水水，而且还一定要穿高跟鞋。这是在人面前，她因为脚受伤，手术三次，最后只好将左小腿截肢。苏姐也不能够穿她最爱的高跟鞋，这样的结果让苏姐无法度接受，不敢出门，也越来越自卑，甚至常常无好的想法。到底苏姐是要怎来面对呢？咱就赶紧来看刷落来告诉。你说你彩虹是当时应该第二的？嗯，我算高中毕业，啊，就暗时啊学油彩啊，学了会用做，啊，就去较早丁丽美，台南丁丽美足出名，伊拢拍板啊，啊，我就伫遐学安尼，安尼啊，啊，即嘛就是做即卡底啊，做较加一百卡。啊，就是啊，搁做啊袂完。啊，即摆要做电子书，我拄好改较小、较细卡。啊，因即摆咧电子书嘛，要用这个袋啊做电子书啊。啊啊，袋一个安尼，落迄个迄袋啊吼，若要出去会当关，就是讲做袂完的袋啊。啊嘛，做到真欢喜啊！我有迄、那个有迄时间吼，感觉吃物件咧较好。啊无，你啊，规工唔知要创啥，若要继续工作做点，都唔知要创啥，啊，拄好第一人好车呢。94年卡呢。哦，我够艰苦，拢食袂落，拢做迄个抗生素，我拢有够艰苦，我拢本来拢想要。伫机尾按十二楼，甲跳落，伊还知影。啊，真跳！啊，所以哦，需要实践啦，像我糖尿病哦，得找医生啊，帮像我呢，我白性偏方啊，啊过安尼，安尼过吼，阮大汉老师拢甲我讲哦。那安那着找医生，忙信的有诶无诶，啊，所以我嘛拢安尼共讲啊，讲得爱找医生，安尼。我三当拢换一届卡啦，换一届卡去有那政府补助20000啊，啊，着是吼，头啊无拢目睭水拢会，脚拢一直洗苦落啊，啊头啊打下来三个骨，哦那用甲大苦啦，伊讲哦，啊即卖用着水着搁。会愈得细苦了啊！我拢甲上人讲，上人啊，你哦，我身体用起来哦，我搁做侪工课还袂做哟。啊，治病嘛，拢安尼甲求呢，咁拢甲上人讲了，讲我搁做侪工课还袂做，都紧互我好起来呢。嗯，啊，我若甲教师侪讲，啊，教师侪讲，哦，人上人的工课做侪，啊，我拢甲上人讲，啊，真个。因哦，我叫伊，因拢一缸水滴出来嘛。我讲吼，倒出来我阿花，阿搁互因洗涂骹、冲便所。
啊，这拢真咧很用诶，啊，搁厝边吼，关于阿花安尼，啊，无水拢流脱角啊，爱流两点钟诶啊。早阿袂兼是做者种兴趣花，兴趣买衫，啊，就是吼，因为我做衫啊，拢就是兴趣看到水就买啊。啊，到个阮先家跟阮大家因大汉哦，也是拢最爱买衫，啊，我就甲讲哦，人遐爱买衫啦，安尼，啊，即卖就甲拄在讲，啊，我毋是同款遐爱买衫，甲拄在一句过，我就较无咧买啊。你毋知影，我较早咧上班咯，吼，朱梅诶，是阮诶水利组长，伊较早吼，因较早做善啊，啊，就是来阮隔壁租厝啊。伊看到我拢毋敢甲我问我，因为我常上班拢穿光脚，啊，拢穿甲足高尚诶。啊，迄今日拄坐了，伊较咧甲我讲啊，讲伊顶边住伫阮隔壁。看足高尚，我唔敢甲妈问，唔敢甲我讲话。我讲哦，今日拄坐车，敢甲妈讲，老公你好听。啊，我就是行路像安尼靠哦，行路歹看，我拢唔爱出去外口咧行，暗时啊，较出去阮头前安尼只行尔。我想暗时啊，人较无看到。啊，一间哦，伊哦，迄站开到山，住伫基尾嘛。啊，阮一个同学，因妈妈住基尾，住阮住迄个健保床啊，伊拄啊困伫我隔壁床啊。哎，阮同学去要看老母，我听着伊声，我嘛。唔敢甲伊讲话啊！俺娘哥有哪捌我啊？啊，就是伊有看到我啊，过因娘哥去有看到我啊。啊，那吼，也拢来阮隔壁只加水啦。啊，我就讲吼，我拢歹势出去啊，拢暗时啊伫只阮头前安尼行尔啊。啊，一间拄啊，人家要工作。去殡仪馆工作啦，爱算做姚中成的秘书啊，拢有哪去遐共工作啊？爱看到我，甲比讲安尼对啦，爱行出来，安尼我怎安尼继续敢出来？啊无我拢唔敢，像我行路歹看，我唔爱出去安尼啊，安尼来，啊即马过拢有在出去啊。截肢的时候，迄阵阮就有熟识啊。啊，问题是哦，我看伊截肢了，伊嘛足勇敢的，拢出来咧学行。啊，我讲啊不会痛吗？伊讲会痛，可是一定要爱硬行，无你来后边会袂行。啊，到现在伊安尼哦很顺畅啊，伊嘛是人啊讲要去助念要用啦，我看伊嘛拢安尼撞安尼撞，我讲哦啊你安尼你袂足辛苦呐，伊讲啊不要紧啊，啊伊都可以帮助人家，他就很开心呐、啊，嘿啊，所以我跟我讲，那送九美师姐伊的心呐、啊，本来人甲讲哦，讲哦，唔甲我讲话哦，啊看我哦就。个性就对啊，都唔敢甲我讲话，啊，第讲过吼，哦，讲我真好安尼，本来甲讲哦。很多客人在这边看到师姐拢嘛讲讲吼，伊早看伊外形，拢以为讲吼不敢跟他交谈呐、啊。我刚刚讲吼，这个人吼可能做啊个性啊，看唔通他咪交谈。结果我们来到家，我安尼跟他讲一句话，你讲哎呦，原来这个人哦，这么好斗阵呐，啊，所以人看外表会准呐、啊，吼、哦。
阿姨做爱水的时阵，你敢认识阿姨啊？哦，我从小看她，我祖祖细汉的时阵，我和伊女儿是同年的啊，啊，所以我是祖祖细汉的看，迄阵伊我拍的歌，啊，你阿看到现在，我讲九美师姐你的改变好大，迄阵你是迄种太阳眼镜，然后高跟鞋，高拍的人，即卖竟然是安尼，够朴素的咧。饮水，饮着水啊！我弄起而且拍打。我较紧啊。嘿。啊，搁有这些哦。搁足多哦。搁足多哦。因为有在这大多啊。哦，谢谢嘞。啊，你坐不下来吗？散步的。啊。啊，这两个。后面人进来。其实苏姐在培训慈济委员，拄到真多考验。头一届是先生忽然间破病亡逝。已经伤心，无法度阁继续。第二届阁拄到伊脚受伤，出门非常无方便。伊感觉甲主织无缘，想要放弃。啊，不过有真侪师姐一直鼓励伊，爱勇敢面对。就算讲行动无方便，嘛会当找到方法做主织哦。啊，看几啊届啦，啊，就是上尾一届吼，会参尾去去啊，对吼，念啊念念念的吼，啊，我念到地下，啊，因遐师姐十个啊，拢对我地下，吼啊，我总吼啊，爱坚强起来，坚立自制安尼，继续坚持自制安尼。有时我这样吼，上尾啊拢空调的，啊嘛拢。会上啊，拄到拢会上啊，啊，着甲挲挲的安尼啊。穿嘛袂当穿啊，啊袂我即嘛袂想要穿大个啊，啊拢袂爱水啊，拢袂啊啦。一旁到一旁，一地到一地啊，拢爱超平均啊无，歹行，嘿，歹行，佫会磕着目，会疼。就是一届吼，我呾伫病院倒来，啊袂记得我无脚啊吼，啊算坐伫因碰椅啊，啊算讲吼，袂起来，袂记得讲我即脚无坐住起来。啊，当吼爬起拢即个搭了，啊，当随跪了，哦，有够疼，怎呾呾寸尔，隔工尔，哦，有够疼吼，赶紧去挂急诊啦。那边啦。你要准备几多人哦？爱比赛那边去啊？哇！
我讲恁溜冰了，还是咱手拢咧安尼，姐呐？我懂你。会较紧吗，阿姐呐？我也不知道哎。我看你们都是这样啊。你看，不然没有放在后面的话，就没有地方放。没有地方放，我可以放这边。他放在这里，我是可以拿的。哦，手挂冰了。手挂要放后面了。喝什么？喝呀、啊。水饺有分类啦哈，要打开吗？还是给你的？还有这一个，这个，这个里面都是什么？那个，那煮放在那边。它就是塑胶，塑胶，哎，塑胶，刚才那个袋子啊。症哦，经过很多波折，然后他会当得到受证，因为伊第一当伊培训完的时阵，拄啊师兄生病啊往生了啊，所以伊一阵伊师兄是最依靠的人，啊，即卖失掉师兄，伊心情就足歹啊，哦啊，然后来第二年，佮得到一个伊。也卡吼，拄啊，
有迄个生一个裂肉，啊，煞锯掉了，伊有糖分嘛，啊，所以伊个脚一早就锯掉啊。嘿啊，啊伊就想讲伊做无路用，甚至伊阵拢想要自杀哦。嘿啊，咱迄个啊，咱实际人大家拢做关心他啦。啊伊平常伫厝拢就伫甲人剥沙啊，啊伊对人做亲切，啊大家拢会来陪伴。陪伴他。啊，你莫生气啊，妈妈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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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再见喽。再见喽。感恩呐，感恩。今嘛较好啊，洗菜洗较直直啊，啊搁较钓鱼安尼啊。希望妈妈身体会让带你修过后，你身体也是自己的啦，要你靠外人，你帮你顾嘛是有限啦。受伤了后，苏姐总是伤心怨叹，因为大家鼓励，会打开心结，嘛渐渐找到自信。虽然今嘛无多承担真多工课，啊，不过参存车底啊。做环保，伊拢把握机会付出，那心情愈做愈快乐，人也变得愈来愈水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啊，真六十八岁安尼，四十五当前啊。啊，大人讲，我思想就爱外老爸。我若要倒，拢伊我知啊。啊，算讲吼，我就是拢依赖伊啊。啊，所以养生哦，我足艰苦的，一段时间足艰苦的。啊，即卖就较袂啊啦。有行出租车安尼吼，安尼扛只孙呀，孙仔安尼，迄个去做点工作，拢来搞在安尼吼，安尼行出来我就较袂想安尼。啊，我站着是拢穿长裙啊，啊穿光脚啊，我上班也是穿安尼。啊，我较早咧上班哦，但要去环保哦，不过歹势哦，拢伫总站坐车，啊，咧吼，遐总站的花销物件拢足济啊。拢食凉的餸，乌白蛋安尼啊！啊，若要去，拢会歹势。啊，拢阮遐叔仔啊，阮遐同事啊，拢甲炸掉的。啊，我甲阿妹去安尼，啊，提顿安尼，把我安做起来。啊，即嘛出去吼，出路安尼行安尼行，若看到回收啊吼，无去吼，我心肝会艰苦啊。